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第四关命悬一线星穹铁道星王说变活动攻略阵容推荐矮星超巨星破敌先锋痛苦连环惊喜派对命悬一线。这一批是第四关命悬一线阵容方面，两个适用，一个娜塔莎，一个停云。娜塔莎可以替换成任意辅助，我上娜塔莎是凑数的，接下来全身开自动就可以拿满奖励了。那啊，么哒。急，加把价。苍龙卓士是黑印星红灰，别动摇是苍龙卓士是是吧水印瓦下是吉卡苍龙卓士是加把劲会找到答案呢，祈祷不用来没事啊，吉啥啊霍哥一星红灰苍龙卓士别动摇，你会找到答案呢，猛急时运不济加把劲儿会找到答案吗，不好吃时运不济苍龙卓士是别动摇急那他虚二十限制一星红灰苍龙卓士不加打劲玩大你会找到答案呢，苍龙卓士一星红灰急睡吧别动摇苍龙卓士审判的野火速速正前时运无忌加打架你会找到答案呢急苍龙卓士是下子和成绩提升的苍龙卓士是呀爹跟上与位在此
别动呀。或或日不开始绝不后悔咋呀那啊我打裁决之啊如果军运啊这样藏龙卓士是有是我正拼一下我该是举位在此点赞睡吧一心红威藏龙卓士是有得绝是啊绝不后悔还行没见该是现在来舒服顿平啊我举位在此急没失加打架嗯会找到答案呢这样女人我牺牲了啊不啊结束啊藏龙卓士是一心红开